你看一下画面是的光方向，那只白鲳够大了吧？两百了，两百了，四百两百，四百两百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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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选权选权来的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啊，我有选权啊。我注意你很久了。我来，我过来。你是住旅社吗？没有，我开车上。哦，开车啊，这边有旅社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边有饭店，那边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我先观察地形。哦，我先观察地形。两百五，坐车很累啊。北京哦。所以旁边那个就是选项，对啊对，哪里不会的？那没有对，不要的。啊，我先，提前保留我肚子。啥？大的？来，大保留。海王子有瘦了呀？有呀，不要瘦啊。我下次看比较胖。阿姨注意你很久了。注意你的肚子啊。黄金汤哎，黄金汤还莫吃哎，黄金汤好哎。阿姨买五百，哦，快。这大只的啦。早一天来。比较礼拜二比较多。不要吃啊，这边搞来，等于清蒸糖醋红烧牛耳来。两只给你，三只给你，四只500块。哦，来500块，来这只再给你，来500块。哎，黄金仓还有没有人要？500块，你要不要啦？要。好了，500块，三只四只。我快搬不动回去了。500块啊！我快搬不动了。没关系，先回去再来一次。搬不动没关系呢，等你收摊，我再来一次哦。好了，你买那么多。来，现在哥现在开始了，来七百的，400块有没有人要？开天价过来买，400块。河马这边是竹北，竹北市场。快回来啊！哎，不要，你们要吃什么？不会点虾，很便宜。我弟没有啊。要新鲜的。对，新鲜的。都没有吃啊，不会点物件啊。靠丢了，靠丢外国吧了。外国了，注意很多。哎，靠丢等于差三倍好食嘞，川烫料啊，乌梅吃我三不用算两百。我靠，这边蹦起来要开200，这三倍有你四角，你500块你，啊，这边搁送你500块你。还到底搁有无来？快点快点过来！来个先来先，我们就套丢来500块，有没有人要？我爸空，500块没人要，无人来，我收起来好了。我们就套丢我啦，你听不懂台语的举手。听得懂啊？跳舞啦！跳舞来，哎，跳舞不要讲啊，跳舞不要讲过来，不要紧啊，跳舞丢啦，跳舞丢你免讲，不要紧，你想卖讲回来，来。哎，这扁带有人要吃，这扁带有个门槛，这做起来。大地，哦，这大地，这有人买不来。这个我招五个人去对啦，五个客人叫下来。这个啊，你啊，超市你来看，超市你来看哦，一袋哦，三袋真空包装，卖偌济？卖400。哦，来吃。这三袋真空包装卖400块。哎，想要吃白带鱼的有没有？一、两、三、四来，四个来，五个来，哎，六个客人来。有没有吃白带鱼的？真的饿到的，哦，大到内裤穿不下。一人再多一片呐，快点呐！好来，快点！哎，这五片给你，快点，500块啦！咱们加无500块就好了，别多，这等于爱收盐冇啊？那抹盐巴来，六片来啦！我八，有人买无500块来，我八空。哎，这规定1、2、3、4、5来六来，哎，分分了六来，六个人去盘来，今年来我八空先买500块，我八空白带鱼先买500块，我八空，无人来，这7片啦，无人。我找一个客人，先跟我买了，快点的，你先买好不好？你有没有买？我买了啦。你有买了？没有啊。好，要吗？没有看这两大包是我的。那两大包都你的。啊。安尼啦，我问一下吼，拄仔拢招500啦吼，今日免招500，到明日来，我紧收收，紧转来来，明日来。一人7袋哦，这7片哦，4袋来卖啊，这4袋来卖，就要卖400啦，去紧来。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六个人计无啊啦，300了啦，300块有人爱无？300块，好来，再紧来300块。哎，我带三瓶啊！哎，一边搁一个啦吼，一边啊！哎，还有没有人要？这边一个300块了。哎，
大片的话，大地这个要抹盐啊哦，要抹盐巴，还搁剩来，还搁三百，三百块无人买哦，这三百块无人买，阿姨要无三百，哦，搁今年过拢快五百的来，今年来，还搁有人买无三百块来，冰箱也搁百张的，使丢掉了。都重可以丢掉过期啊！都重的保质期跟他三缸俩，三缸吃不了要断掉啊！这三百块无人买哦，白带鱼啊，白带鱼无人要吃三百块，好来无人买好来，无你搁要吃啥物？石梗也好来，石梗好来，安尼啦，我等下我这石梗我等下卖，我这蚵仔先问下有人买无？有没有要吃蚵仔的？这蚵仔炖起我来讲，你们注意听啊，里面是海水。来，这是海水炖起，那个等一下，边海国鱼。锅子啊，锅子哎，锅子啊，没有，锅子给倒了啊，保鲜膜给封起来，冰一礼拜，冷藏就好了，不用冷冻啊。一包的我给你开偌济，这蚵仔一包我发了，你卖一百块，一包卖你两百，两包卖四百，我招两个人给你，这两包卖你四百，卖你三百，有人爱无？你也五招姐，你两百五，我不知道会不会被买走呢？我本来这边一个啦，还够两包有人爱回来，那边一个啦，还够蚵仔无？那条大白鲳，我不知道能不能留到明天呢。文勇，你要不要过来比较快？啊，我有那个花枝条。哎，他这个要两百了，来发过来。哎，这个还有谁要两包？两包两百块。对，那个是。还有谁要两包两百块？叫人来前面这边。这边。还是两包两百块。还够了，我够了。这里这里。好。两百哦。啊，这蚵仔够人买不？来两百块，两百够有无？这蚵仔两百块，你要买到吗？有了吼，来两百块两包哦，都有了吼。我问你现在有没有买一包的？来一百块就好了，快进来，来够人会不会一包的不来？一百块，一百一百块，一百无了吼。来，后来没有人要我端走了，来，来扛回来。来，安尼来，这阿姨讲要吃左卷，吼，这是更来，来是更够有无？来，这是四个尔来。来，阿姨，你注意听，讲这是正的。等于炒姜丝、炒豆油水，你啊，炒姜丝、炒酱油水，这向外来。这啊，我靠，你要穿安尼一撮囝，安尼穿起来两百块，两百多块。哦，来，我少一项，给两百加两百多，四百，卖用开三百，三五卖用开三百来，进来来。安尼来。两百。今年你鹅啊跟。咸鱼都要一份，是不是？好，等一下帮你。跟你讲，这我好穿起来差不多四百来，少一项，给这我三百我请。卖用招你买五百就四百，免啦，三百块三百了啦，三百块这边就好。哦，这回去无我吃冰冷冻，不吃不完冰冷冻就好了啦。啊，这个有人爱不啦，少点啦。哦，这安尼就会吃，唔是我等下叫阮弟吃，你看。好，要向谁吃鱼丸？吃肉串。啊，吃鱼丸。吃鱼丸不用啦，吃这个就很好吃。吃这较好吃，吃鱼丸，吃鱼丸要吃甜的啦。这安尼就会吃，真正安尼就会吃呀。哦。这位朋友来哦，澎湖过来的来，这个小姐，我个小姐人给个剩来三百块就好了，然后来吃不完冰冷冻炒姜丝炒酱油就好了，来个剩来三百块了。这里不会，保证不会硬，保证不会硬，来三百块就好。都有，来，来这边小姐，不是你要一个吗？来这边一个来，可以。这大堆为你三百块无人买，来来来，都有人买回来。还有谁要三百块就好了，三百块了吼。等于炒姜丝、炒豆油水，今日也叫变阿俗的啦。头一天开市，后日百货买来啊。太贵，到要死，我赶紧找，赶紧，拢倒了，拢倒了来。没有了，是这里来，都有人买无三百块。啊，这头前搁一个来三百块了，来三百块来。哎，谢谢来。你卖看伊安尼，你回你回，这都是拢无甲你拉呀。好，我靠，我来，我靠，是更啊，有迄白沙都水的，迄都是弄辣盐辣料才落去晒，所以白沙都水的，伊这就是现捞起来水晒，船上哦，伫船顶就甲你晒好啊，所以这安尼也无赔你听有啦，还佫少一项，还佫三百、三百、三百块，手卷大出的时机，三百块就都有了。哎，谢谢来，安尼来，你莫问题，你佫要坐啥物飞机？有人要食无花甲章啊？七章了，七章哦，七章的拄好卖偌济？没卖。啊？一杯两百啦。一杯两百块啦。哦，一杯两百块，好不好？哇，拢来哦，拢来哦，来，这三杯啦，啊，这四杯啦，这六杯啦，哦，一杯两百，六杯千二啊，哦，来来来，千二块啦，哎，六杯千二要算偌济？我千二千二啦，我头家讲千二啦，啊，这黄金三十只四加只五百，有人爱无？爱四百有啦，爱四百，有人爱无？四百块，只四加四百，无人爱哦，哎，啊，只有这炒虾，这水无啦，啊，这只
买一千块哦，好不好？你炒虾外好一斤哦，较贵时过年时啊一斤七千三啊，普通时啊一斤七八百，这两位这六位啦，这超过一斤重啊啦，啊两位一千块啦，这一斤两三四五啦，来这六只你啊，一千块来较紧的来，七只你八只你啦较紧的来，一千块啦，一人八只一千块，啥物一千块对啦，炒虾啦，这六只是八只一千块无人卖，一千块，你炒虾这水无人卖，这两只这四只，这六只这八只一千块啦，我招四个人去较紧的抢，就起来一人多一只啦。九只了，好不好？来十只给你了，更定你了。来一千块，一千块，留下卖一千块。一千没人来哦，炒虾呢，炒虾呢。你这海，这不是吃的呢，这不是养殖炒虾的来钱。我上一回了，十一只来一千块了，十二只来一千块，一千块就好了，一千变一千块，有没有人要？这只存活一百块，没人来，没人来，搁输掉。来一千块，想卖一千块，没人好来，更定你。安尼，你搁想要吃啥？吃鲍鱼啊，好不好？肉鱼好不好？哈。弄死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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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只白手指头的。来，弄死啊！来，澳洲班啦，哦。这弄死啊！人讲，伊弄死离飞机啦，弄死啊！上好食，弄死啊！上袂定的啦。来，一人买三尾啦，这三尾放起来，莫讲开七百啦，开六百、五百块了来。老板五百块啦，这三尾五百块啦。啊，我招四个人去，了来，我招五个人去，好无来？哇！哎，一人三只，一人四只，五百块啦，五百块了啦。哦，免去招一千个来，五百了啦，只不过十个五百块了啦，五百块，拄啊好无啦，五百了，老板五百块，只不过剩一百块。哎，个人要食软丝啊，无软丝啊，软丝啊无人爱。你一斤啊，一斤超过五百几块的物件哩，个人爱无？一斤超过五百块，这无人爱，这炒两斤当起啊，无人爱。五百块五百块的，五百块无人好啦，不过百有人爱，五百块无人好啦。哎，你搁想要食啥？你讲着我问着。花枝条好不好？我包个几块，包个几。好，来这啦，这块叫花枝条啦。你买食这，你当时爱抬粉去，麻烦。你食这叫飞机花枝，这有看的无？同款的，这深海大花枝这大只，落去切落一条一条，你有好人要水啊？头前要一担，你见一暗都。咸酥鸡啦，你听明白没？花枝烧一份偌济，一份无食一撮，我做一下双开。花枝条够无？还要叫吃啊？这个花枝条哈，飞机条你只可能跟我吃啦，不要紧嘞。花枝条乌啊花，枝乌枝，哎，特乌熬条，哦，不用介绍，安怎啦？我不用介绍了，我知道。来，这叫花枝条，这拢甲你处理好啊。当期你无一定爱用钱的，你会使用炒的，哦，炒沙爹、炒芹菜、炒葱头、炒蒜头、炒西洋骨头、青菜拢不要紧啦。现在方便。一人买三块还三盒啦，你一盒半斤啦，超市一块卖你啦，卖你八十块，哦，一个卖你八十啊，一盒半斤啦，外口我人去叫外口飞机，你穿着飞机一斤三二啊，这两块多一斤才卖你三百块啦，拄好合情合理啦。来个今日一人搁加一块啦，这买三百块三百块，先来一人四啊三百了啦，三百块有人卖无？有个可能来三百块三百块，三百块啊。地点竹北市场，这边在竹北火车站。是啊，没有。是啊，来吉阳，是啊。这样子有听到吗？是啊，卖你三百，无人要吃。来，今年吃过上楼未？来，今年。来，结果上结果，请六个客人了啦。莫讲哦，你开三百，到今年来啦。分分了了无啊啦，最好人一人五盒啦，两百了啦。国庆节。一份。我先要吃花枝条，两百块啦，今年。你都是用炒的，用钱的拢会使，哦，保证拢袂停啊，哦，不会硬，不会软，啊，不会软的国语怎么讲？不会软，不会软的国语怎么讲啊？来，加个起来，来两百块，你有两百块了哦，来，个人还不来两百块，两百好了。等一下，我看还有没有？你往后几公里，为你为超市，为你贵行啊？超市一盒卖八十啊。哦，我们两盒卖八十而已，还不会买哦。这边来，要四盒好来，四盒过我上来两百块两百丢了。来，花枝条还有谁要来？两盒、四盒、五盒，两百块，两百。哎，下礼拜要来哦。好，来，还有谁要来？两百块两百丢回一条花枝条，过两百无人来哦。两百块没人要了哦。来，老九，老九分都来了。来，两百块够下来两百。啊，还有谁要来花枝条？两百块，两百，这回去用炒的、用炸的，人家做花枝烧的。无人买两百块，无人买哦，两百，无人买，我是真真实实。我不喜欢多说了，好来，
没人要我就换了啦。今年都不就想你老公啊，还想要吃什么？你可以点菜来。今年来。龙虾怎么卖？什么东西？龙虾。这个刚买刚卖过而已，12只1000块啦。好来。来，要吃虾仁啊！来，虾仁包。啊，虾仁回去炒饭、炒面、包水饺来。这虾仁大颗的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都我拢搞哦，搞一哦，海产店的，人家炸虾球的啦。你卖看我好写，那虾球一家拢这样看，拢这大粒，就简单的一顿去哦。这条虾仁就对啊，为开始偏个薄，一层蛋，一层粉，一层蛋，一层粉，你连锁个火盖了啊。你要那米糊的啊，这大粒你也看卖好来。你想卖有想要吃虾仁的谁要来？较紧的来，一斤虾仁偌济？一斤虾仁卖好小大粒的啊，这大粒的这无浸油啊的哦。一斤让你开偌济？一斤让你开四百五好不好？1450啦。好来，这好来了，这斤偌重啊啦？1包5斤重，我分4个卖分五的，我分4个人下着，一个人斤偌重啦？卖讲我你开500，就400先来了。来300块下来，300块，300块，老师开会，接过来，接过来。你也不要，也不紧的啦。300了，现在300了。还有谁要虾仁的？快点，炒饭、炒面、包水饺、包馄饨的，来，来，够了，我们吃虾啊，虾仁。饼饼了，料卖卖了，料来个进来，搁300块了，来，来再过来搁300块，先卖300块了，来，来虾仁搁先来300来，虾仁搁300了，来，300块还有谁要300？300只虾仁，后来300块无人来，只虾仁300块无人来。虾仁300块，虾仁300块，无人买哦。仁和街街口，感谢你过来。我叫无你请啦哦。我的右边是仁爱路，我仁爱街，我站的地方叫仁和街。虾仁卖完了，还要吃什么？柳叶鱼啊，听无？鲑鱼汤无？五张一条下来，这支叫塔古卡，这支最简单的来。我来讲啊，你若要去外口佚佗就对啦，卖讲到位来个，全台湾省就对啦。所有海参啊，100斤内底有99斤有你卖掉啦。当时穿烫料啊，沙沙烫烫的，足简单嘞。外口一支啊，人家沙沙下到铺只生菜切切的，一份卖你300块啦。这两支卖我，让你开600就500，免啦，先来。有谁要吃章鱼脚的穿烫就好了哦。来，你不会穿烫的举手。没有啦，来，赶紧的啦。来，章鱼脚够我，赶紧的，我卖少啊济，我招两个人，你来这两支给我送啊，一人给我送2支好不好？叫你开了，这卖讲500、400，想要吃章鱼脚的来，300，你要300块了，几两个一斤？几个人叫？300了，300块了，一斤上好吃，我买回来。来个上来了，还有谁要300块？300块就好了，没人买哦。来，快点来。卫生，环保姐姐谁？这个回去可以用炒的，沙沙的沙皮。还有谁要吃章鱼脚的？来300块，你要300块，300块了，是大只的，超级大只的。我来300块，300，留两个给你来。这么大一堆的，你也看来。来个先来300块，300，留300块。来这两支个来300块，快点来。来这一个来300块啦，好，刘小姐一个好来，这边小姐一个来。来好来。还有谁要吃章鱼脚的？他给我卡过来买吧。这支叫他给我卡哦，这不是鱿鱼脚，鱿鱼脚是谁做安尼哦？个人买不来，300块、300块，这支够你先去买。哎，他给我卡过先来300，300块，还有谁要300块？300，300，300块，还有人要吗？300块就好了。哦，没人买了哦，都有了吗？好来，谢谢来，让我行来。安尼我问一下，搁什么叫什么来？有没有吃什么鱼的？鲈鱼好不好？鲈鱼卖一下，不好捞一下。哎，有没有要吃鱿鱼花的？有没有人要吃鱿鱼花？来，这要买谁来？是鲈鱼哦，这只叫鲈鱼啦，这只叫金目鲈啦。因为菜市头街啊，菜市买走20大内底有19大拢去卖这种鲈鱼啦。这鲈鱼我来讲啊，你注意听讲，这种鲈鱼以前捌看过，外口有一种啊鲈鱼啦呢，啊中绑一条红绳啊。哦，伊种个鲈鱼你来看，这就叫金目鲈。但是伊种个白绳啊无好食，因为伊是安怎，伊活活安尼甲绑个，像人钓刀你知无？钓刀你要看人钓刀迄个面相哦，有足狰狞，歹食，伊种个歹食，爱食爱食这种个。好来，这种个来，这种个哦，伊安怎死个？伊用冷冻啊降个死个来，较紧个来。这种物件伊它的肉质比较 Q， 比较好吃来，较紧个，这想要食来。卖我好一斤啊，在外面一斤在称一斤180啦，看1斤80啦，一人买3只。哦，这一百多一斤，上三百啊，180，180乘以3啊，
百四，五百四来买五百，不用下来，有什么吃？如野啊，一人三三人去，我招两个留了，啊我找两个客人调来，跟你来，一人再送一只啊，来来来，安尼了好不好？哎。不要说七百、六百、五百都不用了，想要吃的怎样？三百六、三百块，你们要吃鲈鱼的三百块，一只是七十五块尔呢。啊，我知影，伊这种平房台的，伊这种平房台，三百块没人要了吼嘞。我最后再问一解哦啊，这一只一斤重，外面一只一斤呐、啊，一斤就要180了啦。寒冬前杀到好，一只卖你200块了。现在四只卖你300块，有人买300块，有人买300，有人买四只来卖螺蛳好了。来，安尼来，你们还要吃什么？拢无要食物件啊？啊，搁牛油鱼，坐好无？坐好无？我七十啊。来，位置，花枝那边抬啦，快点来。为什么我搁边抬？油鱼花，拄仔讲我卖油鱼花吼，来，我这先卖一个好不好？这只叫飞机花枝啦，这拄仔啦，啊，拄仔花枝吃了袂过，我卖油鱼花嘞，油鱼花。你们要吃鱿鱼花的，先把边抬。这等于穿烫料啊，炒韭菜花啊，炒韭菜花。这炒沙爹、炒芹菜料啊，这有人爱不？外口这个要穿就对了，这卖讲开你二啊五啦，这卖你200块唔免啦。你有想要吃鱿鱼花的，哎，100块就好了，100块。够有人爱不来？100块就来啦。还够100箱啊，100块呀，100块就来，100块。100块叫了，他进来见面了。这边是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第一次来。来个一百呀，100块你要吃的来，快点来。100块都先买鱿鱼花了，回去穿烫了啊，穿烫以后再来100块了。买鱿鱼花，我先买100块就来，100块不行了，100块的，100块我先买100块了。有200。来100块，快点来100块，我来。好来，再给几条，你再给50了哦。好，好来，来个100块，100块了，100块来，100。100块没人要了哦。老人吧，老人吧。老人吧呀，后来老人吧嘞，今年不老人吧了。刚接人，刚接人，这会的。不要进来，不要，弄太久，弄个熊来。鱿鱼花没人要了。你留了梦中。送完了，送完了。有花枝丸好不好？花枝丸，八斤。花枝丸，花枝丸买一包吃的完吗？买整包都吃的完。来。买整包的吃得完了，不会太多，太多你要讲。这一包我跟你说，吃不到花枝都可以拿来回来退钱的。这一包5斤重，外面现在一斤称200啊，这一包5斤的要卖你1000块，不用1800，你要不要？500块就好了。王八炒啊，来450，来400块，能卖不啦？400块不能买，吃不完的买200再退钱，能大空牛了。来了，你吃不完的来，整包吃不完的，冰不下的来，200块有人买不？200块有人，花枝丸加莫灰鸡巴废纸不要进来，200块有人，200块200块200就这边200块了，好嘞。还有谁要吃花枝丸的来，200块200，还不能摆先摆啊，200块。哎，拜拜。哎，还有人要花枝丸吗？快点啊，来买200块就好了，来。哦，后面还有很多东西要卖呢，哦，你们吃香蕉啊？来个200，先卖200块，200块，200，200拢外号200都都有了，来，拍照来，谢谢来。哎，我问一下，想要吃什么？布拉鱼好不好？这个刚卖过而已，来300块。